覺得要夠 light and fit 就最緊要身形夠 fit， 咁所以我平時都會好注重自己嘅體重。另外我覺得要有均衡嘅飲食啦，咁但係又唔會刻意去克制嘅，因為我覺得咁樣反而會有影響呢一個身心嘅健康。咁所以我平時都會揾朋友傾下偈，飲下酒，但係自己就會揀翻一啲低卡路里、低酒精嘅生力清啤。咁就算飲多幾支都唔怕肥啦。fit 爆。系啦，今次系我第一次做呢一个升级教练，咁我就觉得好紧张同埋兴奋啦，咁我就会将我识嘅嘢教晒俾大家嘅。我觉得要够 fit 就梗系要做多啲运动啦，我预备咗一套 light and fit 嘅健身操教俾大家，如果想知道多啲，记住留意生力清啤嘅 Facebook。